南门看看牛年曲阳的山脉桂林九年半阿三开和大米中有富连树汉祖母帅面对猴子然然看到你就骂你哟阿三开和东边春天跳西边不上跳用来莫不跳2点跟4点在罗屋书院看我们完整的赤脚童年的精华版的演出，大概有30分钟的表演哈，完全用客语的对白加上客语的歌曲，完全是取材我们在地的元素。牛兰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所以我们牛兰河剧场呢也秉持着这种发扬我们客家文化精神，发扬客家语言的精神，在4月19号下午的2点跟4点，希望大家都能来看我们赤脚童年的演出，谢谢。好，谢谢啊，好，谢谢。2014关西艺术节圆满成功。